the perfect world. 请记住这句话，这会是绝对理性计划的末章，也会是人类全新未来的序幕。但总我刚刚说的记住了吗？我希望明天中午就能看到你自首的新闻。如果到时候没有新闻，那你就和我一起下地狱吧。正义，不要逗我发笑了，哪会有绝对的正义？来了来了来了！宾馆通关。67号事件嫌疑人，按照城市管理规定。规定。游戏规则可是胜者说了算，希望下次难度高一点。拜拜。考场爆炸，我知道了。这种无聊的事情当然不会影响到我。猜猜看，这场游戏最后留下来是哪个我？我已经拿过一次英雄勋章了，现在我只想把它的价值最大化兑现。预祝你成功，圣诞快乐。我用人生的前20年拿到了一枚英雄勋章，但是我的下半生注定为其赎罪。您这样是错误的。这样吗？我本来就是这个世界上幸好发生的错误。判定为残次品，抓捕开始。表演开始。我将在世人不曾创造的浪漫中逍遥法外，享受鲜花与火光。蓝灯，跳！骷髅，待好！我们回来啦！别着急，别着急，等一下，大家一起动身。那里有很大的落地窗，还有暖炉，那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家。嘘，我们可不是在流浪，这是一场自由的冒险。请您坐在这里。完成了。艾默先生，经过您的手，我现在的容貌果然是完美的了。可我已经有些厌倦了，我想知道还在跳动的、疯狂的、炙热的内心形状。干了这个行当，以后台上你就是江城子。
今天是我徒弟第一次登台，程程，都给我来捧场。干什么去了？糖糕买回来了吗？我不过是又去唱了一台戏，只是这次扮作英雄像。慢走不送。金吒功已经如此破败不堪，被人唾弃，您加入我们就可以离开这里。门票30一位，概不赊账。我是容易，欢迎下次来找我切磋。麒麟，你很特殊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会是奇异阁的新主人。哈，第一颗棋子落下的时候，胜负就定。拿飞机跟你换，把钱还我吧。开枪吧，算我欠你的。紧张什么？我瞄准敬礼的又不是你。他只是一个机械士兵，甚至是我们的敌人。他已经放下枪了，他不再属于战场，而且我感觉他人还挺好的。他是机械，不是人。哎呀，差不多差不多，走吧，我们回家。接下来一定会有好事发生的，毕竟我运气一直很好。我所参与的战争，不是保护高楼和机械，而是守住那些心脏还在跳动的人。要用什么方式？